见，咱们今天确定要来这个地图探险吗？当然了，托卡有这么好玩的图，我居然到现在才发现。那边好像有个接待的人，咱们过去问问他吧。难道你们说了那个接待的人指的是我？对，应该就是他，糯米糍，你快上。哎，为什么要我上啊，姐姐？因为你站在我前面，离你更近一些嘛。行吧行吧，我来就我来。天王盖地虎，消极炖蘑菇。不是吧，难道认错人了？不要灰心，糯米糍，再来一次试试。那我就再来一次试试啦。天王盖地虎，小猫抓老鼠。枯藤老师会呀，穿条秋裤回家。明明几时有，抬头自己瞅。天马流星拳，送你一包烟。呀，谁跟你玩绕口令呢？快点把进入游戏的通行证给我们。要见这个地图都早说嘛，还非要跟我比赛什么绕口令，这下不就输了吧。少啰嗦了，我和糯米糍进去就行，你就留在外面接应我们就好。姐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推开这扇门，咱们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是你推开的吗，糯米糍？当然不是我啊，姐姐。管他的，先进去再说吧。哎，姐姐，你等等我。姐姐，这里有好大一片空地啊。哎，你别走啊。糯米糍，快到这个空白的地方来，咱们来看看这个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吧。看上去还挺沉的呢，姐姐。这个手提灯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吧。放地上去吧，太沉了。这个里面居然有个放大镜，哎，哈哈，我糯米糍将化身为名侦探柯南。不对，是福尔摩斯。那就是手机吧。好像不是，好像是什么红外线探测仪。要那玩意有啥用？快点看看今天需要咱们找到啥。这里还有一个破旧的信封，咱们打开看看，里面也许就是咱们今天的任务吧。这是个啥玩意啊？好像是个狮子的雕像，但是底下这个按钮又是个什么东东？这里不会是个密室啥的吧？点下这个按钮就可以打开开关。说的没错啊，一会可以照这个思路看看。哎，姐姐，这里面还有一些手电筒啊、废卷纸啊，还有徽章啥的。哎，这个衣服还不错，哎，穿上这个我更像一个侦探了。你是该多穿一点了，古堡里面太冷了，小心你游戏还没玩完就弄感冒了。姐，我肚子饿了，那边有个蘑菇，快让我用放大镜照个腰。哎，安全无毒又好掐。不是书上说过路边的蘑菇不要采吗？是路边的野花吧，姐姐。哈哈哈，好像是的哦。终于在咱们熬了两分多钟的课后来到了这个地图的入口。糯米糍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姐姐，你为啥又要问我这话？刚才进大门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了，是不是你把门偷偷打开的呀？那应该是被风吹开的好吗？哪会每次都这么巧，门正好当我们的面打开了。姐姐，这我也没有料到我的嘴居然这么灵验啊。但是这个会自动扫地的扫把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它就是这座古堡自动开门的工具吧。